黑炭，师尊，你不是被天道盟的人抓走了吗？对啊，就是被抓到那艘灵舟，然后他就砰的炸了，我就嗖的飞出来了。你没事就好，既然黑炭已经无事，那我们就回宗门吧。站住！哪里在叫？听起来好近啊！仙道门，别想跑！老乌龟。 我掌教师尊在此，你还敢放肆？你这欺人太甚！我要灭你满门！哼，既然你选择了口出狂言，那么我等自然要替天行道。什么？就凭你们？逆天改命，霸名传宋之人，黑龙，沉黑炭，涅槃重生，凤舞豪逸之人，火凤，王洛离。 虽赐天下，荣佑九州之人，真龙赵红，破而后立，遵行天下之人，神谷徐长生，一念神魔，行恶未善之人，双面凌轩，红尘皆空，青玉诛仙之人，青鸾，古玄月，万物皆道，正道万千之人，道体不仙儿。 吾等用尽师门神仙地之命，在此诛杀仙道盟余孽，仙道战队前来参见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七星剑阵，够了！别恶心我了，出招吧！图文化剑。哎呦！ 攻击没用，七星剑阵，换我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哎，虽然羞耻了点，战斗力倒是不错呢。你们几个有几分实力，但可惜，终究要夭折在这里。区区陨石，变阵！黑风化云。 能挡住我的混沌陨石，七星剑阵，不是好事儿呀！是吗？那来尝尝这招。这是我远渡重洋，从西方奥林匹斯，我获得的机缘，为了西方神的荣耀。什么神经病啊！不好，这一招的威力远超金丹期了。什么？终于可以用那一招了。哦，哪招？ 哦，你是说从未用过的那招吗？那就来试试吧。到底是哪招啊？七星大召唤之术，什么都没召唤出来啊！话说这个动作你们又是从哪儿学的啊？收到召唤请求，是否允许召唤李龙？啊，允许。话说你又是怎么跟他们扯上的呀？ 进入了李龙体内，我感觉我能控制他。受死吧！愿意。可笑，就凭你们一条臭鱼，也敢挑战奥林匹斯之王？变阵，青鸾闪避，垂死挣扎。 终于该我了。请问，奥林拔斯之王可曾赢过龙吟？不，是奥林匹斯。仙道门战队完全胜利！哈哈哈哈哈！了不起呀、啊！我仙道门经此一役，又问鼎天下之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理当如此。 这是苍龙右士。哎，张建庭，铁寒磊，张老鬼，你来此作甚啊？铁老粗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天道盟被灭之事。如今整个天南地界都成了无主之地，我自然是代表大轩前来。
与仙道门恰谈此地归属的，哼，没机会的。我们大前和仙道门一向亲善，这才赶来拜访，而你们大轩连掌教都不曾见过，有何资格洽谈呢？哼，笑话！我们女帝陛下与仙道门掌教私交甚好，甚至还得了仙道门掌教特赐的通行玉佩，你有吗？ 我朝太子殿下不仅有着通行玉佩，更是早为喜爱垂钓的掌教大人，准备了极品直钩钓竿。啊，为何是直钩？<笑>这你就孤陋寡闻了吧？掌教向来只用直钩钓鱼，以此悟道。此等秘辛，只有和仙道门关系甚好之人才会知晓。<笑>钓竿不过是身外之物。 我们女帝陛下可是为掌教量身定制了极品道侣仙袍。道侣，哼，你们太子殿下恐怕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和掌教穿道侣仙袍吧？赵老鬼，你们大轩不知廉耻！铁老醋，你们大前才心术不正呢。 解释一下，弟子只是想给师尊换根新钓竿而已。弟子只是想给师尊备件欢喜仙袍而已。罢了，快把他们打发走吧。师尊，我早已不过问朝中之事，怕是不好出面。那赵侯，你去。师尊，弟子心系天下，不甘涉入此等争权夺利之事。哎，你们。 心里全是小九九，我跟你说，算了，给我抽出来。林轩星云，啊，你们出面把人打发走。是，那天南之地，天南，天南就归大自然吧。啊！大前使臣铁寒雷，大轩使臣张见天，参见二位小仙长。仙人恕罪，我们是心怀仰慕，前来献礼，并非有意打扰。既然如此。 那便留下礼物，回去吧。好的，那师尊说了，天南地界归大自然所有。啊！